这个怎么就跟剥了皮似的？谁了呢？就是新少卿的人，就是给咱们送包子的人。你可不知道，这人一天可热闹。嘿，你太脏了，接招！ 而且大理寺的案子，多半与人命有关，人心鬼域，很多案子的深浅，不到最后其实很难评定的。说得轻巧，大理寺的案件那么多，不分轻重缓急，怎么可能查得完？上官少卿，我倒是有个提议。请讲。妖猫案中，你我应该是有些什么误会。 既然现在大家同为大理寺少卿，不如冰释前嫌，同心戮力，查案平冤罢了。我们少些表面之争，此前种种，是李炳多有得罪。我从没想过与李少卿有什么表面之争，那就是早有默契了。我看完了，我们出去吧。这书你不用带出去吗？ 我记得住，倘若还需再来，还得麻烦上官少卿。
要是搁以前啊，我还真搞定了。